时啊讲相顺嘛是一种经验嘛，一种累积。今日毋是要叫恁去看命、看手相啊？伫咧看人的面相，看人的心。咱人的心多功能的变化，脸色也是多功能的变化。因为安怎，咱若去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，面啊青顺顺的，表示你着惊青惊。啊，若是感觉足平和的，即、這个人在内底无啥物讲足纠结的代志安尼。啊，所以讲你看伊的面相，真正是一种累积，是一种经验的累积。看每一个人的脸色，每一个人的脸相，每一个人的这样观感，然后看下来，你差不多列支。这是阮学生啊，阮学生就知影后边要讲啥。列支一二，对，就是要教你们看人。今日伊要真正要甲这个代志，甲记落来，甲讲看人就好。看人，为什么讲相由心生？由咱的面去甲观伊的心，观伊的外表。关于要搁甲看到伊的未来，这是一种什么相术是对的，但是学习看人也是要有什么，要有印证。无印证变啊累积，累积就是经验，经验就是印证，印证了后才讲咱的经验甲人无同款，一看就看会出这个人安怎，这嘛是一种。咱不管在做人也好啦，今仔伊在做啥物代志，你会晓看人，先学会做人。第二则先学会看人，你要先做人，你会做人，人家看得起你。你不会做人，你搁乎你外高，人嘛瞧不起你。因为我无咧食你的饭啊，我无看你的饭卡，我无看你的饭碗，我干嘛一定要怎样，对吧？所以咱各有各的想法，所以我即马就甲讲落，甲讲落，讲落来吼，讲啥？讲值我们的值，讲咱人的值啊。咱人要有朴素的值无？有朴素的值，伊就袂做这种代志。那个质朴就是什么？质就是你的啥？是你的本真呐、啊。你的本真的值是朴素。朴素，咱即马要返璞归真。啊，既然要返璞归真，你就是要有一个质朴。啊，质朴就是啥？无要甲你讲迄金光闪闪棍的，而且要甲你讲面型看到。哦，咱的这个型，内底面，你要去讲啊，你人身悬外悬，还是讲你有强还是弱，还是讲你有先天的气，还是讲有关的咱人前半生是注定伫个精神。影响之下，前半生是咱精神会影响人无？会，讲这是事实的吼。有关呐，就是讲咱人先天的气，有关伫咱人前半生还佫留哩，叫做先天气。所以咱人臃肿的原因就是，你的先天内底漏气少，所以你来驾龄出世了后。伊会予你足济精气神，伊会予你足健康个肉体。细汉就袂定定走去病院。你个前半生是靠着你个精神，你个精神精气，佮你个功德力，伊会灌伫你个身躯，是因为啥？因为也袂有业来烧抢，也袂有业来烧堵，你就会有很好的身体，很健康的身体，就是一个健康宝宝。你要生一个健康宝宝，也是要有前世，在前世的影响之下，在精神影响之下，所以呢，修为什么讲真重要？教识做人为什么讲真重要？教识做人真重要，讲三遍，这就是即马为什么要甲讲安尼？咱即马无要讲迄个灵感偏坏的代志。灵感显化会使咱人的这个啥宗教纷争啊，宗教混乱。你若大家拢总要学神通，宗教会混乱，会乱掉。唔呐，干那乱掉尔，精神出问题吼，伊啊
迄个头毛插鼻骨草的，愈来愈多。所以咱唔好讲吼，灵光把它当作吼很好玩，唔好比迄个灵光病、灵光的大头病。灵光的大头病就像啥伊只，像酸碱的食毒同款。我讲这也袂用大头病吼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即摆要选总统啊，啊嘛要选立委啊。我讲这是啥？只要你有选着举，你捌摕着权利，你就放袂落来，比食毒搁较惨。比食安尼阁还阁较惨，为虾米？咱人个名利关系歹放个原因就对，落着权啊！做里长了就要做代表，代表了就要做议员，议员了就要选，要选镇长，镇长选了就要选立委啊！是安怎讲？因为咱人食着甜，你就无法度放，这叫权利名势很难放下。既然权利名势很难放下的话，你一定会栽在那里面。是安怎讲？足歹挂，我讲选举就像咧食魔灰啦，选举像咧食魔灰，食落就掉咧啊啦，要解魔灰就足难，咱人要解权力零食就足难，我讲有理无啦？所以即摆要教咱讲吼，要质朴，实实在在的做人。是安怎讲？顶半世人会活，是活伫咧精神的影响。下半生是活在前半生的影响，啊，一些影响之下，所以呢，修为什么会很重要？教习做人，人缘必然会好嘛。哦，咱人的一生会当抓住一次两次的机会，那我都抓到足好的机会，一届两届，伊的机会就对你来讲就足大的帮助，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不爱去讲遐神啊、灵光显化者，会影响到咱人后壁要做这神的工作，这所有的这功夫的工作会偏掉。你伫甲讲遮，就是愈来愈多，啊，就偏掉了。咱也是爱去想古早，咱的道长安尼讲，要安怎修？修一个真啊！那个真是啥？是你的真心真意在做人对待人，修一个真正的真啦、啊，真心真意待人那个真，不是叫你讲哦，马上就会去求着哦，咱某人讲的以道合真，以道合真也是要真啊，真实的做人的真，你才会有那种能量，那个量场要卡吧。咱即马不是，咱即马什么代志拢神讲的，神讲的啊，神通的啊。哎，都拢神讲的啊，神讲的啊，安尼咱甲靠靠肉伫咧神的，啥物代志拢甲靠肉，标暗标拢甲靠肉伫咧个身躯，啊，因拢袂烧济啊，阮倒一阵会落甲你烧济，烧济讲对，唔对，恁安尼拢唔对，伊敢会甲你烧济？袂啊，伊嘛是拢足沉默寡言的吼，迄修行算有够好，坐伫遐修行算有够好，随在恁安那甲冰冰，随在恁安那甲吹俏。伊也拢无落来讲半句话啊，是两工你家己就去得到好果安尼尔。你人啊，食到甜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爱着人咧吹俏啊，人顶悬真正咧吹俏啊，看袂落啊啦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伊会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感觉你犯的过错无解管，你犯的过错无坐甲讲，因爱甲你讲出话，无坐甲讲一定爱甲你安怎？迄个时阵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着过，放着过。看到不行的时候，大哭落来听落。大哭听落，毋是干那讲无话尔，连人都无话，我来讲，连人都怎啊消失无踪？不管咱是咧做功夫也好，不管咱是咧做啥好，人足一定爱，爱有人就一定爱有足嘛。啊，有资就一定要有逼啊！人一定要学资逼，人的资逼是要来创啥？就是要来学神嘛。所以咱来讲神，为什么神是明明白白的神？什么叫神明？哦，迄我伫电台有讲啊，什么叫做神明？当时啊要称呼神叫做神明，神就是日月，日明是毋是一日搁日月？神就是日月光明嘛。啊，咱今仔日神会当明白咱人。但我都清楚，我都清楚啊！你不能明白，不能清楚，你看懂什么？这个人间所有的，你看不清，
参袂透。啊，你若看袂清参袂透，咱就甲换倒倒来较简单嘞，莫遐复杂嘞。较简单，较莫遐复杂嘞。原因伫底，就是要互你讲直就好直啊。这条中央之道就是直嘞，你莫甲行安尼就好，莫甲坐这边，莫甲坐这边，莫甲乌龙斜倒就好啊。安尼也够我度包容，神也够我度包容，因为神是真正能以慈悲。伊咧甲你看讲，你有后悔的机会，要予你机会。你若有忏悔，我就予你机会；你若悔不掉，我就予你机会。他绝对会给人机会，让你完成、完成、完成，很重要，讲三次。要予你反省，不再反省，不再反省。反省甲神看到甘心啊，讲啊，有改啊，有改就有救嘛，无改就无救啊，敢是安尼？所以讲。我感觉讲，咱这学生，我希望的是什么？伫遮甲咱结缘的，头一届来听经也好，哦，啊，是讲头一届来听功课也好，我拢希望你们的纯真跟淳朴，会一直放在你的心中，一直放在你的人格上面。人格上面如果有纯真跟淳朴，有慈悲，有仁爱，哦，你有爱心，你这个人一百分。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，就是坏事不能做。什么菜单拢会使开，绝对唔能叫人去开庙。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修咱家己就好啦。啊，若要共斗三工，咱个庙宇开便便，咱就来共斗做工课，来啊共斗斗扶持，迄嘛是功德啊。都唔是一定爱开工才有功德，唔免开工就有功德。只要你工课。稳当啊做，只要你知影讲，咱服务是服务信众，咱是要服务所有的吼、哦、需要咱的人。咱神袂当讲话，咱替神讲话；神袂当落来做代志，是咱替神做代志。是毋是神派咱做代志，咱爱去甲成全。啊，无咱就爱定钓即只鸡，我讲带起哩。因为你无来嘛，伊有来啊。啊，即摆来吼，好工啊，拢无缘分。那迄个大条，迄个爱开爱开这啊，开八卦的啦，啊是爱创啥物，哎，带去，你替师做啊，对无？恁师，你们替师做，对啦，对啦，嘿啦，替师做，我来叫伊讲去。嘿啊，啊，伊就拢去甲我捡这个啊，我若只要拄看到这无八卦无开袂使，零已经，我讲的哦。差不多，拄啊沉伫啊到遮啦，伫要到遮，零逼退，逼到已经吼，伊嘛无法度啊，家己嘛毋知影要安怎，只好就是叫伊去甲开零管开的，八卦甲开的，啊落来就好定尔啊，但着倒来落来拢讲啊，拢遮大声。哦，我好了呢，梅香师姐，我好了，哦，你行路拢有风呢，这嘛是咧退步啊，做完过啊无步啊干，拿一支龙头怪落来唱歌，啊无敢要用龙头怪落去讲。对啊，总嘛是用人的手来拍，啊，咱是咧替神效劳，是咧替宫庙服务。咱是无开宫，不过咱做比宫主较济呢。我敢安尼讲，恁这徒弟啊做比我较济，我拢出一支嘴尔。哎，我就出一支嘴尔啦。啊，若做工课拢有咧做啦，真诶，大项细项拢因包了了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我嘛甲恁讲一句啥，有你们真好。就真好，因为吼，你就是我的左右手啊，我著目睭甲恁晒咧，啊，你著知影好去做啊。我安尼甲你夹咧，你著知影我要创啥。安尼是毋是足大心咩？是。对啊，所以讲我们的工作人员实在是一级棒诶，包括咱内底会计啦，也是包括咱内底总务啦，啥物无啥财务，我嘛爱家己学落者。总务无啥财务。我嘛是同款，我家己嘛爱学落一下，家己赞叹一下，对无？咱用这个心在做代志，我相信心佛菩萨，伊会赞同咱讲用心去铺陈啦，用心去做代志啦。你无开工，同款嘛有功德啊；你无开工，同款嘛会转去啊，同款嘛会转去你原来的所在。颠倒开工的还搁伫遐弄咧啦，遐服务的拢升起伫遐伫顶悬啊。为虾米？因为开工的有圈。有差，讲一句话唔叫差，
对吧？啊，做对的签较少。啊，所以讲咱要讲的是，恁在服务的时，我真心做工过尔。第一人我无迄个对甲唔对，无偏差，无偏差啊。啊，无偏差，讲道理是恁较紧啊，恁比我较紧的，比我搁较紧。所以讲，我这业力重啊，我的业力太重，我该承认啊，我的业力很重，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哦，来还，啊，经营的经甲头较轻啊。啊，咱嘛讲无债怎样？对，无债一身轻。我们也不想欠前世的债务，也不想今生有讲出来的话，你已经有把那个你说的那个愿力已经讲出来了，你也答应了啊，母娘我要做什么，你一定要做到。咱卖讲干来讲的，啊，无做到，讲会到就爱做会到。现在把跳过来第二段，不要老占别人的便宜啊！现在说不要老占别人的便宜，你得到了一根草就会失去了一片森林，这什么意思？因为心眼小的人啊，天地大不了啦，森林跟草这样差多少？差水不地就对了。啊，你若讲你个人足咸涩个，连一支稻谷草人要甲你掠，你都搁抢倒转来。你因为捡人家的便宜，哦，不愿意布施，也不愿意施舍，你就会失掉了一大片的森林。是安怎讲？南北等下啊，你要哪得到一大片的森林？你讲这是有道理啊，哦，不要老占别人的便宜。捡到一根草就失去一片森林，心眼小的人天地大不了。像是蜗牛啦，哦，来转世，内心空虚，自私只为自己好的人，不为秀恩，人只爱秀恩，哦，才能续缘。你有秀恩，才有多继续迄个恩嘛，叫做续缘。哦，你有迄个续缘，才能有很多的缘。今生注定是什么？你也带不去啊！今生注定是啥？无多一个是今生注定。咱的命格拢会当在咱的手中去转变。你的心有转变，你咧做的代志，你是符合天道、人道、地道，你家己的命，家己就扭转过来了。命不是天造成的，是我们的因果跟业力来。所讨的时候，我们的运是被因果跟业力操弄的，是因为这个因果跟这个业力操弄你的命运，操弄你的身体，操弄你的家运，操弄你所有的六亲眷属。六亲眷属现在哪里讲冤亲？冤亲哪会讲在亲里这句？愈冤的才愈亲，啊，这是怎会愈冤愈亲？因为你爱到会家己，要放过会疼。要甲看嘴，我唔甘。然后迄条迄囡仔，刚刚一日才因老母才来问尔，讲甲我讲，梅山师姐，啊，你敢看阮这个囡仔后摆还阁有救？我讲是安那无救，伊讲着落一骨足大骨个啊，伊预算，预算你拢要袂着，所以落一骨足大骨个，因老母嘛无在来面，啥物人拢较看着讲，而且阮无法度，准讲要甲伊斗三工嘛无法度，安尼看落有亲无？因妈妈来问讲，还有救吗？我讲囡仔若有想要改变，你都爱给伊机会，你爱给伊机会，你唔好怎啊甲站当面。甲讲好，咱爸仔囝到遮就好，因为我若甲你扯，人就袂来相讨啊。我若甲你爸囝团团，人就袂来相讨，人嘛袂来咱家，哦，讲要甲你破什么？破油漆啦，破油漆是拄好尔呢。啊，伊若唔甲你破油漆嘞？伊若甲你泼油，搁一支番仔火嘞，变哪？哦，这个足恐怖的代志呢。一个孩子能影响全家的人哦。一个孩子做错了，就会影响你的六亲眷属哦。嘿，阿姑借我嘛借我金哦。阿姑借我，我来借阿姐啊，借阿金哦。伊嘛是同款，会六亲眷属会救救嘞。伊会来救做伙，是安怎会救做伙？因为为着要甲这个囡仔救看起来。大家拢提来甲斗三工，
这个囡仔若无改变的，我嘛甲讲啊，你今日因后生又来啊，我讲你今天要求六王天上圣母，必须要在六王天上圣母下绿愿，不要再赌了，要绿愿，我你绝对挂无分。绿愿绝对不要在你哪里输掉，你就要在那里站起来，不可能。你爱街头外面，六爸妈才让你有飞啦，无绝对无飞。六爸妈的飞，唔那敢那知尔，我心肝底咧想的，伊绝对是哭的、笑的、哭的、笑的、哭的。为什么？你无把迄个心提出来，你若有真正要改变，六爸妈会甲斗相共。因为你有想要改变，就是新的人的人生嘛，新人的人生，你有想改变了，你就是有忏悔的，你知道你错了，你才要改变。那个时阵，新的给他淡薄力量，甲斗提者，甲斗提者，贵人的甲斗相共者，斗相共者，给他过关。新是咧做这种工作啦，无伊是咧坐笑亏啦，伊是咧做代志的啦。神是有能够帮你的，他会帮。但是要你的愿力真的够，你说出来的话一定爱叫起来来给，我也赶快过来行动等你。神他是活用的，会帮助你，但是你不照以前你说的话，你也赶快听管的，你说出来那些都没省，赶快你也过来行动等你。我们现在在说今生注定什么也带不去，这大家都知道，那就不乱于心嘛，预言都什么都带不去，你还乱你的心要弄哪，啊就什么都带不去啊。咱也不用说在这个以前以理不为将来，每一个人也要啥，也要了解啊，不念过往，但是要笑当下吗？要悟当下吗？生活不是战场啦，咱不要把生活当作战场，生活不是战场，无需要比较高下，人甲人之间啊，多一分理解，就少一分误会。加淡薄仔理解，就减一寡误会。咱人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，讲个清楚，讲话实的嘛不要紧。人袂使讲哦，我的自尊心比你较强，我若甲你话实的，好像矮人一截。你唔甲话实的，恁两个永远都袂好啦。你甲话实的。啊，两个就搁好好啊！迄、那个唔爱分析的，才会家庭出问题啦。该咱唔对，该共分析的也共分析的。该咱唔对，该咱也共讲，是咱唔对，吼、哦。安尼的话，你又一个一进一退嘛。咱咧跳探戈嘛，同款啊，一进一退啊。你有进有退，你才袂一直逼到人家敲墙角了，逼到墙角了，那没办法的时候，当然会硬踹你一下，那、啊、就完蛋了。人袂使讲吼，逼狗跳墙。你若逼狗跳墙哦，迄只狗啊，人讲会咬人的狗袂安那，迄种诶，迄种诶，会咬人的狗袂吠啦，会吠的吼吼叫迄种狗袂敢咬。但是无一定啦，即马饲的吼，无一定是安尼啦，迄是古早人讲的，好早好久的古早人所讲。少一些误会嘛，心与心之间就多一份包容啦、啊，多一份包容就多一份谅解啦、啊，就会少一份争执啦、啊。咱若少一份争执，吼、哦，莫甲人争执，莫甲人争，莫甲人怄怄念，我们会学会了感恩，你就会成就圆满。学会晓感恩，你就要成就圆满。咱人做什么代志，要退一步，还是要感恩。提携你的人也要感恩，给你增上缘的也要感恩，刺激你的人更加爱感恩。互人刺激才会大汉呐。你若拄到问题，爱互人刺激，你才会大汉。有甲你刺激的人，是要甲你牵呐；，甲你恶落的人，就是要叫你落去啊。干那一直甲你夸奖，一直甲你夸奖，迄种的，迄你来要闪。啊，若是讲，互你甲你砥砺。啊，讲的一些话，把你稍稍微一点刺激一下，就要给你看讲，你内底面的耐度到底有偌济，你的能量到底有低偌济？这个人我会牵你，会牵你，我就尽量给你救起来。啊，若袂牵你，袂牵我放手，是不是安尼？
会牵绳呢，我就甲伊救；袂牵绳，我就放手。啊，要找这种贵人，要倒来找。找这种贵人，伊是因为要造就你，要成就你，要让你真的能够在你的心里面还没有爆发出来的能量，让你真正的有机会爆发出来。才要你去做大代志，要甲你斗三工的，这种的你袂使讲人甲咱刺激，刺激嘛爱咱好。我们能够接受人家怎么批评，但是后面还有一些鼓励，咱就爱感恩啊。人甲你批评唔对的是爱咱改，但是伊给咱的鼓励就是要叫咱前进。他给我们的鼓励就是要叫我们前进，前进，前进。我会甲你斗三工，斗三工，斗三工。会骂你的人也是贵人。刚才甲你阿乐的人，就是无一定是贵人，伊只是要甲你伫身躯边讨淡薄仔好处安尼，他不一定是帮你的人，所以咱家己来看清楚。头前面讲相师，毋是讲要来看名，专门来看人讲啊，这个人会安怎安怎。相师至少你一个经验，你看人的面相看有，看到这个人的心肝影内底，看到这个人的做人做事，你看有啊，你就会当安怎？你就会当减少足侪伤害，因为看懂这个朋友可以交，你就用心肝看心肝甲伊做伙。你看伊的面相，看伊的做人，看伊咧平常时咧处事的时阵，你看到伊他有很多的偏颇跟自私，这种人你就要退伫后边，退伫后边对你有好处，第一项袂伤害。这是叫咱学看人，唔是要叫你去学看命。也不是要叫你去看紫微斗数，都不是，他只是要你的是聪明用在哪里，聪明用在你当下判断力，聪明有判断力呢，聪明有反比聪明五的人无，有，啊，所以讲聪明嘛要有一个判断力，你的判断力的聪明是他有真正看懂的，这个人到底可不可以教，他是否是成为你的贵人。还是成为你花陷阱的人，你要看得清楚啊！今日要讲这是讲这上浅的啦，我爱讲灵感片段，讲个灵感片段，对心肝，哦，一对足大个，所以就把这个甲踩平去，把咱的心量放大，搁一样就是啥，卖把遐杂事放在心头上，这样会越搅越不好啦，心肝会愈来愈恶杂。啊，咱若有讲，就敢那俗套同款。咱人咧讲啥，输侪嘛，输侪就是有时候要讲，讲出来，疏解咱的不觉，疏解咱的心情。只要你有疏解，代志就好解决。那后壁迄两三句话是讲啥哈？讲少一分争执啦，谁会感恩啦？成就圆满大志啦。吼、哦，后壁有这两句，这是这公司啊讲的啦，四句啦，拢用到我八句啦。他说什么？有理无理，听便知。到一遍。有理无理，听便知。知因自我优良知。知因自我优良知。这公司嘛，才会出这种，哎，笑亏笑亏，搁互你搁容易记的。吼、哦，我若安尼甲念过，恁就知讲，有理无理，听便知。知因自我优良知，只惊其中。望未透，目知他家心明大，莫知他家神明大。心明不是大尊呢，伊即马咧讲大，就是讲有诶，你要看到人咧厝尾顶，甲菜关成地根无，菜尾甲一楼悬安尼，哦，你着讲，伊有讲莫知他家神明大，不是神明大，迄个尊心明，遮大尊是你互你看，你互你看尔。但是心明真通的神通广大，笑啥就足好用的啊！这公司即嘛是咧讲，唔免讲教阮调个只大尊，调个只大尊，妈的，你真正有真心，对无？你无真正有真心，神要安怎甲你斗三工？嘛无在甲你斗三工啊！所以莫惧他人神明大，真空妙有可证道，处法可说是心法。极中有妙阴阳性，无需惊惧路途远。哦，这是咱头前咧讲的，就是换这公司啊，去甲咱讲一寡，互咱有一点啊
有一点啊收尾啦，吼、哦，收尾就是咧讲，心明有偌大准，爱看你做人做事啦。你开疆的人啊，疆主爱有真正爱有亲和力，这嘛是重要。搁一样就是啥，爱正直。搁一样就是讲，敬神爱敬心，敬心一个敬一个和睦的。讲好，我若要做一个啥物啥物吼，安尼空落对甲请几代啊，啊，互伊倒遐。哦，啊，规个花拢往这边，啊，甲绕到迄边去，开放啦。五工六工，遐花就是咱就扫了了。伊嘛不爱咱安尼，这公司伊嘛不爱咱安尼，奢侈懈怠，过来就夸大。神伊不爱这啦，神爱啥？伊爱咱朴实，神爱咱自在，神爱咱讲真实做人安尼尔。伊无讲哦，伊啊，即圣诞的时阵，就爱规排拢花箍。啊，就闹去到顶悬，闹去到地，伊无爱安尼啦。今仔日伊会甲咱讲讲，莫记他人，神明大，原因就在这里。清明大尊细尊无一定，笑三八寸八啊，会兴八寸八就做兴的啦。笑三就兴到变过，唔免讲吼，就爱一尊才大尊，伫个顶悬的遐大尊，伫遐咧曝日头。伊连讲啊，你若去用解掠去顶悬话。做弥勒佛哇，做弥勒佛安尼，啊去用跳起去顶悬嘛，三楼顶安尼，拍镜头，拍到尾啊，你安那，用错伫即内底，哎，你无听到安尼尔，神无叫你安尼啦，无叫你讲爱甲装少大尊诶，无叫你讲一定啊足豪华诶，足请爷诶，请爷讲哦，即间宫啦，遮贤开钱，哦，逐摆来要做一个庆典，做一个祭典，啊开偌济，拄偌济，啊管理委员会偌济，啊几百个。啊，是怎咧开钱？神敢有真正重视迄吗？师父甲咱讲，这就是叫咱不要去重视形象，叫咱莫重视外在形象。真正会做代志的是人在做，后壁伊在送。神有伊的神威，嘛是伊有伊的可靠。无，逐项你甲讲，伊拢甲你应；嘛无，逐项你讲拢对。伊嘛是咧甲你考试，甲你考考。有精通，真正是对人有帮助的。伊会安怎？他会允准啦。啊，对人无帮助的，伊就无咧甲你信济啦。不管你甲用偌大尊啦，偌听呀，伊就感觉迄毋是伊要爱，不是他想要的。啊，既然不是他想要的，那咱开这种钱就无啥物意义。人伊毋是要爱济，咱爱去懂得神明的心意。他要的是什么？直朴朴素，他要的是做人正经的道理。伊要爱是爱这尔，爱人啊加善良，爱咱大家会晓做好代志，爱咱会晓是怎，会晓去真正铺桥做路，爱咱会晓去做神的工作。心明就是清楚明明白白的心明。你要学是学心明的智慧，学心明的内在慈悲，学伊所有的这位天顶落来这心情，拢是为咱众生好。不然他不要从上面来到人间，啊，对顶悬来到人间，伊敢有得到啥物？嘛无得到啥物啊！伊得到的是啥？来世间历练的经验，搁一项就是讲，他已经能够升迁，伊的级数会搁较悬。伊来世间嘛要创啥？伊要行功立德啊！伊嘛是要来做功德、行功立德，也是要来教人。啊，这是因的职责啊！所以神明就当然会让我们知道。神通广大并不是好事，最主要就是爱砥砺啊，尽力爱救假，神才有法度甲你斗相共啊。你讲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请起立。